每一次长唱长记我都发誓最后一次然后后来就忘记了，跟你们生小孩一样，生一个说哇太烦了，以后不要再生然后就忘，再长大了就太可爱了，就想念那个小小的，又忘记又再生一个，然后说哇这不行不行，以后不能再有生，然后又忘记了，每次都这样。嗯 OK， 我也希望我能常常忘记了不然的话做不了这个世界的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很累啊，也许你们做的比较轻松吧，啊？你怎么知道你还没做？啊？没，会吗？会轻松吗？是不是个性的问题啊？啊？大师傅很辛苦，你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师傅很辛苦？嗯、啊，啊，其实啊，当演员啊，人家那么喜欢啊，赚那么多钱也不喜欢啊，何况没有赚钱，自己又要付钱，世界颠倒啊！他们演员啊，很难看到他们呢、啊，他们房子前面那有狗，有大狗什么的，他们不让人家看到，很小机会是吗？如果要看到他们的时候，都是要花钱的。是吗？花很多钱，其实他们去 party 什么的是要花钱才能进来看的，是不是？因为讨厌被人家催看，真的是很累啊。嗯，连那个 Brigitte Bardot 哈，他现在已经60岁了哈，脸都皱皱皱皱的哈啊啊！去哪里人家还喜欢看他？他去那个，他现在就变成那个动物的那个，他鼓励人家保护动物，有没有？奇怪，怎么都看这边了，再看这边好了。他保护动物嘛，所以他常常去外面啊，鼓励人家跟着他保护动物。哇，人家一来的话就盯着看他，而不看他的目标，这是麻烦是在这里，嗯、啊。嗯，有时候你们也是这样子，盯着看师傅啊，啊就这样子，然后又忘记，啊盯着要靠近，然后忘记别的那个礼貌或是生活常识。60岁了还有人看呢，还有人盯着看，也不是因为她漂亮，就现在好奇嘛。无论如何，她以前还是很出名的，因为一个明星呢、啊，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看她。啊，她去鼓励叫人家拥护她那个动物的保护动物那个行动，结果她都是看她忘记了。然后她一直说来这边为了要保护动物，不是为了要看我。当然人都不知道动物和人有什么不同一起看OK 了哈，嗯，好了啊，解散了哈，祝你们新年呢变成一个新的人哈、啊、快乐哈，少找烦恼给师父哈不过这个不能保证了，因为你们今天知道了，改天有一对的新的硬性的来还不知道，然后等一下又麻烦，啊，即使他知道他喜欢也难改，所以还是一样辛苦下去，还讲不完了。好，你们去叫你们的帐篷了哈，我是先吃饭才弄是不是？先弄帐篷。还没吃饭啊？先弄帐篷再吃饭啊？规矩是这样吗？是啊。啊？没有嘛。啊，谁要吃就吃，谁要去弄帐篷就弄帐篷，哎、啊，这样也不要急，嗯，好了哈，那谢谢光临哈。有什么不对要原谅我哈，拜托，功德无量，嗯，好了，再见。啊，留的人不用拆帐篷吧？是不是？是。哎，留的不要拆哈，拆明天再大麻烦。啊，您知道哈，留着就跟现在打长衫一样啊。要打坐要静静，吃饭的时间去吃饭，洗脚就去洗脚，这样要打坐多少都可以，也不用那么勉强去挤。啊，不过能打坐的时候尽量打坐，哎、啊，利用这个机会，你这边没 telephone， 没有小孩，没有先生，没太太，就比较安静，嗯、啊，然后饭也有人煮给你吃，
啊，你都不要动，买菜不用什么，所以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打坐，最少一天八个小时，因为外面就工作也八个小时啊，是吧？哎呀，来这边要工作一下，赚福报。OK 哈，哎，不要期待师父给我压力，我一定知道你们在这边，我一定会偶尔会跑下来，共修共得无量嘛，我知道啊。OK， 那你们谁要走就走了，那些韩国、香港，那个外国同修，别的不是越南人，那个我还没看过的，那个先韩国上来 ，OK， 男女都一样上来，别人可以走了。Anybody who wants to leave can leave， 啊 ，and the Korean people come here， because I promise to see you， 我答应看到你们嘛，快点。哦，这个是什么啦？啊？过来，干嘛？这是什么？是不是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Slowly, slowly, be careful。嗯。啊，这个是什么？是不是叶子在里面？最好吃的，是不是叶子？地瓜呀。就两个而已、啊。有，我马上搬来。来哇 ！The whole country came here, huh? Huh? The whole Korean. 有没有人翻译 ？Somebody translate? Okay. Where's your microphone? Microphone. 哎，我讲中文好了，我是英文，讲英文吗 ？Should I speak English or Chinese?中文英文啊，英文 OK 英文好了啊，中文也可以啊 OK， 你赢我的话英文，你赢我就中文啊啊，对对对，来一二三啊 OK， do it again， 1 2 3，好了，这样比较公平。OK， 他赢了，中文了。OK， 那你问他们是不是那个全国韩国跑过来这里了？啊，是不是全国同事들이다여기왔냐고요？啊，不然怎么那么多呢？이렇게그렇지않으면이렇게많은그동수들이렇게많을리가없다고요。差一点带全家过来啊，小孩、先生、太太。这个。OK， don't look at the cake. I'll give you later. 不要看饼干，我等你。조금이따가이거드리겠대요여러분들 OK， 我是。听不清楚了。啊？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我说不要看饼干，我等下才给。你지금너무나이거바라보지말고조금있으면드릴테니까 OK， 你们坐下来，不然他不能。조금앉아주시라고요그렇죠뒷사람들안보이니까坐近一点没关系，坐过来，坐过来那边，那边。좀가까이가까이와도괜찮으니까요이렇게좀앉아주시라고요 OK， 随便蹲一下，看到就好了，看到师傅嘛哈，看到哈。스승님보면된다고요볼수가있으면은可以，就后面偶尔再玩过来玩过去这样子 ，OK 哈。가끔뒤로돌아볼수있으니까韩国人，你修行很认真。왜냐하면수행을대단히진지하게잘하기때문에等他们弄好才翻译。刚才抱怨不是这个问题吗 ？OK， 哎，啊，因为你们修行很认真嘛。여러분들은대단히그수행을진지하게하기때문에대단히여러분들而且每一次啊，长三长七啊，韩国人来是最多的。因为以那个隔壁的。以隔壁的国家来比较的话，韩国百分比是最多。이선친이나선상국제선을하면은한국사람이가장많이오는것같다고이말하면주위에있는일본이랄지뭐그런나라비교를할때가장많이오는것같다고요한국사람들이因为台湾是不算嘛，台湾我在这边很久，在这边全国都奖金，在韩国就有奖。几次两三三四次而已啊，三次哈。대만에서는그전국을돌아다니면서스님이강연을여러번했지만은한국에서는아마두세번정도그강연을한그 OK， 有没有问题？그문제가없냐고요어떤무슨문제에선말씀해주시죠
Everything okay? 만족吗? 만족합니까? 我生气我什么? 没有生气我什么? 有问题吗? 뭔 문제 있냐고요? 관음은 잘 되는데 아직까지 관음은 잘 되는데 아직까지 没有开 他也懂了 오케이, 没关系, 你讲. 아, 他讲什么? 관음은 그 하면은 시간 가는 줄 모르는데 관광을 하면은 아직 그 시간이 안 흘러. 他说他观音是比较好了，但是观光是还不习惯呢，所以观音的话时间很快过下去，但是观光的话过得很满呢。对，没关系，他会习惯，以后会习惯。啊，아마 다음에 점차 습관이 될 것입니다.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声音比较强。이미 그 이 관음은 굉장히 그 말하면은 강렬하잖아요. 마음은 주의력을 쫓아주. 그렇기 때문에 우리 주의력을 갖다가 그쪽으로 집중할 수 있는 그런 힘이 있다는 거예요. 관광보다도. 然后那个观光的话，我们如果不很定的话，那个光还没有来，还没有看到什么境界，所以比较无聊。 근데 우리가 그 관광을 할 적에는 우리가 그 거기에 완전히 집중을 하지 않으면은 빛이 안 올 수가 있어요. 그리고 경지가 안 오기 때문에 굉장히 좀 막 심심하고 그래가지고 시간이 안 가는 것 같죠. 所以 관광 才做要长一点的观音短 그렇기 때문에 관광을 오래 하라고 그러고 그 관음은 짧게 하라고 하는 그 이유가 거기 있어요. 관광短就够了 관광那么长整天也不够 그 관음은 그렇기 때문에 힘이 있기 때문에 조금만 해도 이렇게 충분하지만 관광은 오래 해도 말하면은 그 별로 힘이 없다고요. 要忍耐一下哈. 그 인내를 가지고 하십시오. 그 선생님의 경지를 보고 마십니까? 경지를 보고 나면 지향이 그 뜨거워지거든요. 뜨거워지고요. 관광하면 마십니까? 지향이 굉장히 뜨겁습니다. 그래서 위험하지 않을까요? 他说他看到师父的景点的话，他只会有发热，还有那个一直集中在这边的话，观光的时候啊，已经有很热了，这样的话不是危险吗？不会不会。그런지가없다고요？그렇지않다고요？위험하지않다고요？开始安全了。啊，그것은말하면안전의시작안전은것의시작되고있는그런현상이라는거예요。 他观光的时候，在这里有痛啊，为什么这样啊？痛啊，痛，痛啊，痛，痛啊。嗯，你叫他不要太勉强自己了。嗯，他坐的跟我们睡觉一样，啊，而不是用这个眼睛看，就用这边看而已，像看师傅一样，不要太压力，啊，不要太过于压力，勉强自己就会头痛。그 관광을 할 적에 너무나 힘을 줘서 그랬다가 하지 말라고요. 말하면은 이 눈으로 보려고 하지 말고 요 이 지혜의 눈이 이렇게 바라보는 그런 식으로 그러니까 스승님을 이렇게 지금 바라보듯이 잠자듯이 편안한 마음으로 이렇게 바라보라는 거예요. 그러면은 아마 통증이 없어질 거라고요.